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，而是点燃一把智慧之火。这把火在1919年开始燃烧，龙中华的前身为文良港中华学校。1939年新办中学部，更名为雪兰莪中华中小学。1962年改制事件后，中华中学一分为二，分别为本校中华独立中学和中华国民型中学。1969年，董事会历经千辛购得怡宝路的校地。1972年，受到中学改制、经济不景等多方不利因素的影响，学生人数下跌至172人。这时，陈顺福校长已然接过校长一职，他在学校岌岌可危之时，将千斤的重担放到自己的肩上。陈校长进行校务整顿，大幅改革课程，推行双轨制，搬迁校舍，积极筹款，培育学生在社会的实践能力。在他2005年退休之时，龙中华学生人数已达4587人，是低潮时期的30倍。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好儿女，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好儿女，团聚在马来半岛的最当中，礼义廉耻是我们做人的传统，严肃活泼是我们学习的作风，世界文明正待我们迎头赶上，历史使命正待我们奋起担当，为了祖国，为了人类热的目标，向前向前进，雄心是火，壮志如虹，雄心是火，壮志如虹，看中华儿女图万丈光芒。今天的龙中华已是全马首屈一指的大型独中，5300位学生，近400位教职员工，阵容鼎盛，学术氛围浓厚。龙中华的校训是礼义廉耻，为莘莘学子塑造健全人格，教育学子们将中华文化的精髓灵活运用在生活中，全面地发展学生的组织和策划能力，加强人际关系及沟通技巧，借此培育国家的未来领袖。